即系湖尾湖嗰个反风吹到咁紧劲嘅时候啊，毛统仲可以赢八十八席，证明嗰八十八席里边系咩人？冚唪唥都系盟失嘅蚂蚁同胞。我唔系怪佢哋，我系讲佢哋蠢，因为佢哋受咗毛统嘅降头，未开化。从东姑、东亚沙、胡塞安、马哈爹、白拉到那吒，六十年佢哋喺嗰啲监控区一直放毒。